你看过片了是吗？我看过了。嗯，就我刚把你们约在这个小厅里面看。对对对，效果好吗？挺好的，音乐什么都是完整的，音场都是对的。应该是，应该都是完整的。也是对你们这么高级的媒体，我不敢怠慢，要开玩笑，开玩笑。因为每次这个发布会，其实每一场我都来了，然后每一场大家都在吐槽你，然后就是你这个处女座的这个性格，你觉得你生活中应该也不是这样吧？没有，他是工作上了，工作上，生活中到这个年纪早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呗，我觉得都是朋友之间彼此越没有压力越没有负担越自然舒服越好，就对。可是因为这次的角色是导演嘛，那我觉得他必须是另外一个状态，对待工作和对待跟生活中的相处是两件事。嗯，你其实对于自己的压力比较大，给自己压力比较大还是给别人的压力比较大？我一直就是给自己压力蛮大的人，那长大之后不太给身边人压力，我觉得大家舒服就好。可是在工作上，因为导演就是我要对这个作品负责啊，对这个作品负责完，我才有办法对观众负责啊，所以我只好不停地去，我要去发现问题，然后我要给出答案来，这样子。其实之前我们知道你跟光线有两部片约嘛，那其实到第二部的时候，记得真清楚。对，到第二部的时候，你是故意说有意识给自己一个最难的选择吗？到了这个，我相信以后一定还会有更难的，这绝对不是最难的题材，只是以我左耳完之后的能力，它确实我还是要非常努力的划水才有办法不沉下去，知道吗？那我自己选择题材，一般成熟的导演可能在手上正在拍这个案子，可能自己的团队同时有二三四五个案子同时都在孵化，看哪一个比较成熟，先孵化出来之后，那我可能下一个案子就做它，这样。那左耳我毕竟是个新人嘛，我那时候你也知道我不是刻意一定非得有个什么崇高的导演梦，所以那会儿拍完左耳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没有准备，那身边人都在帮我想这件事情，那我那时候会给一个条件，我说那你要是有看过我以前的访问大概知道我不太驾轻就熟的，又觉得无聊，那也因为这样犯贱的性格导致每次都会遇到稍微超过自己极限的一些题目，这样。那有些时候会破该，有些时候会解不好，这样。那有些时候万一挑战成功，哎，你也许就超越自己的极限了，这样。那我自己选择题材可能就会我自己比较喜欢，我看电影算挺挑的，我希望一些能够有一点深度能够思考的，有一些余韵的电影，这样的，不是只是进电影院哈哈大笑，或是一流个眼泪，然后离开电影就忘记了。我希望他电影能够有点味道，有点文艺，或是有点深度，这样。可通常这样的电影呢，也不见得每个观众都会喜欢，就他可能那个受众群就会比较局限。那为了这个，为了对得起那个投资方，这样，那我觉得我也不能那么自私的，完全只是依照硕鹏个人的喜好去做导演。太 personal 太个人化的表达，这样然后票房破盖了，我表达了，然后结果没有人看，然后老板哭了，这样也不行。所以我就希望那个故事除了有达到我喜欢的东西之外，我也希望它能够兼顾商业吧。那另外，所以在拍摄手法上，我也尽量希望能够有一些文艺的表达，文艺的空间，可是又不影响一般的比较大众的这个审美，让它也有具有商业性吧，或是它有好看的故事，这样。其实一开始听到你要拍这个嫌疑人，我就特别期待。就虽然是很多人会说啊，那前面有珠玉在前，你还要挑战，但是其实我还蛮想看一个中国版会什么样子。其实可能不管是从他的故事改编也好，还有这种演员的选择也好，可能都是一个期待的地方。那不知道在这个演员的方面，就是我不知道你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说选择想过说选择一些，比如说更大牌一些的演员这样子。没有特别那个，我觉得现在的演员都是我心里面的最棒的选择，就没有他们非常，我觉得基本上都非常适合人设这样。然后不管在因为我啊，通常有时候我一旦专注在艺术创作里面，我常常我就会只考虑这一块，我常常会忽略他的那个商业性啊，或是营销，因为营销又是另外一块那个专业，那通常那块我也没兴趣，我也不管这样。那所以我常常我选角色，我觉得我希望他是演技派的，你表演要很好，因为当我是个观众的时候，我希望进电影院我看到好的剧情和优秀的表演，这个应该是放在最前面的，其他的美术环节摄影环节我觉得都应该往后面退，这样。我先首先要成，我希望自己是一个能够说故事的导演，那演员的演技
你要呈现就包括 OK 电影的深度也好，或是你把观众能够带到剧情的世界，带到人物的心理世界，表演非常非常重要。我常常会只考虑这个。那我们的老板就常常会提醒我一下，哎，那哎，兼顾一下商业性哦，哎，他们会适度的把我拉回来，才有办法达到我之前说的那个平衡嘛，就是我们两种都要。那这样的演员其实，在市场上就非常少。然后这个题材里面，两个顶级天才啊，你要有聪明人的眼神啊，对，这个能够选择的，包括他们的年龄段，这本来就是一个，原来小说里面的那个人设其实年龄更大了，那真的就变成一个中年两的个中故年事了。对，人。我们反我，因为他既然是顶级天才了，所以那个我觉得差个几岁，智商在那个你40岁上下应该不会再有更动了，所以我适度的把他稍微年轻化回来一点，我觉得应该不影响故事。那 OK，那在这样的年龄段，也要很会非常会演戏，然后两个要旗鼓相当，能够成立这个。把双雄对决的这个主题呈现出来，然后又要能够有市场的影响力，其实选择真的不是很多，所以最后能够请到这些演员，真的都非常幸运。像心如他过来，他完全是因为两个人的朋友的这种关系来帮助，是吗？我觉得可能主要是这个吧，因为我们在去年拍的，去年大家也知道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喜事，那在那个当下，我其实没，因为我们虽然不常见面，可是因为大家毕竟是小时候的革命战友，这样，所以我们的交情在。任何人只要一有什么需要，我们虽然不用联络，不用多说，可能我在这样。那心如首先他非常非常适合这个角色，可是他要不要接演，这是他的选择，我是不能够干预的。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会换位思考吧，我觉得如果我是林心如，我现在这么幸福的时候，我真的可以不演啊。那而且这次这个剧情里面，这个陈静在日本里面是静子，这角色他是一个，他是故事的起源，也是故事的转折。戏份虽然不是太多，不是最多，不，戏份不少，可他不是最多的那个。那在这样情况下还很难演，因为这个女人她背后的那个人设其实相当复杂，这样的。那还是一个常常遇人不淑，看男人总是看走眼的女人，一个活得相当辛苦的女人，这样。那我在人生这么幸福开心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入戏到一个苦情女的这个人设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对啊。所以我特别谢谢她的仗所义，以你她愿拍意的时来候做。有没有就是有意保护他一下？因为有一些这种摔打的镜头啊，这些都有可能会伤每害。个人都要保护的，不是只有心如都要保护，每个都是我的宝贝。那这一次其实我们都知道原著来说，他的那个想表达的是那种关于爱的付出也好，关于这种人性跟这个法理之间的一种较原量著也要好。讨论的东西其实挺多对，然后这一次改编的，你的主题是什么？你觉得？所有的主题都在电影里，其实你就是还是想都包含在里面，是吗？其实原著本身它的那种价值观是有一点争议的嘛，就是因为这个食神这个角色，等于说，其实他帮助这个母女两个的这个过他程，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动机，对，可是他的手法和手段可能有所争议。甚至大家会觉得那母女两个其实当时的那个做法，也许可以去是防卫过当，也许就不是那种谋杀式的那种，不一定非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就是保护他们，就是他会有一些这种价值观上的这种。我所有我觉得导演对于这次这个故事呀，或者你讲这个案件的态度，其实我都放在电影里面了。认真看的话，其实导演的态度是有的。这个就不想自己来做一个解一个读，是电影，吗？如果导演那么啰嗦，这么爱说，那大家就不要，我就不要去看电影了呗。你剥夺了我作为一个观众的乐趣。我觉得，如果我是个观众，我就要抱怨这样的导演。我之前看你在拍摄的时候的那个采访啊，你就说你也说到里面，就比如说书里面、原著里面的一些这种情节，可能现在拍出来是有一点过时或者落伍的，就比如说他们用公用电话什么的，但他好像最后你用的还是公用电话。对，这个其实我没有做过调，我们有特别去研究过了，因为他那时候这个应该是对的，我们有请教过这个就是警察专家，还有法学的专家，我们这次电影里面专家特别多，我们有物理专家，有警方的专家，有数学专家，然后每一块我们都特别特别较真，因为我知道那个我们就像刚刚讲的，为了顾及大家观影感受，怕大家真的太闷了，就是你看文字就算了，在电影院里面坐，我看你一直不停的说来说去，光靠台词在推理，好闷哦。那至于这个高智商、这个高科技的这个道具啊，这个
定向声波发声器，其实是在日本的伽利略系列里面曾经出现过，那也算是一个致敬。那其实我们就是不说这个电影，说说你自己啊，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你原来可能有一段时间是一个偶像艺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现在其实你是经过了不断的几次转折嘛，那一次可能是你自己说过你最骄傲的那一次时刻，就是拿到百花奖的时候，对，就是那个其实那一段时间是因为你觉得有一些瓶颈了，然后才会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角色。一个也是瓶颈吧，你要说瓶颈也是瓶颈。然后我本身我也不太喜欢太重复了，就是驾轻就熟的事情做起来会有点无聊，然后我就会喜欢需要思考的事情。那这些需要思考的事情，就你没有做过的事情，有难度的事情，超过你当下能力的事情。那有时候会扑街，有时候会失败，那有时候会你确实就超越自己的极限。因为后来你又演了这个《杀生同学台》，都是那种反派型的这种角色，对。然后你其实当时好像就感觉苏有朋突然间找到了另一条戏路，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吗？当时没有设定什么戏路，就是希望每一次创作过程都有趣吧，都能够找一些就是不太不重复的角色，不过这种角色真的很难呐，常规性的角色多，这种特殊人物少。那你觉得成为导演是你这个事业上的又一次这种成功的转折吗？它是个转折，是个转折。以我现在的年龄，还要跨入一个新的领域，爬到再进入另一个山头，其实是要加倍努力吧，加倍付出吧。其实，在左耳结束之后，你有。就是自我评价一下自己的导演水准，你自己是怎么看的？我觉得他显然不可能是完美的，因为在做之前，我确实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会变成导演这样。那他有可以进步的空间，然后同时，当然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尝试啊，都是一个学习的经验吧。我觉得我也总结了一些教训，就左耳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文艺片的节奏。那可是放在2年前的左耳上映的时候的中国市场，那大家那会儿对青春片的定义，我觉得相对狭隘。就青春片不是只有一种，不是那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我要看青春片，就是我要到影院里面来找我的回忆。所以我年轻我在学校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大家比较锁定的群众就是那个 target，他都是锁定在可能学生吧，或是即将要毕业的学生。那对于那样的年纪的人来讲，他可能比较喜欢看热血青春片，他可能不见得喜欢看左耳这种比较像是我个人的对于青春和成长的一个体悟。它里面有青春的叛逆，然后有青春的救赎，然后他们，然后有所领悟，这样，然后接下来他们长大，在呀，我就觉得是你必须要了解你的电影主要的群众是谁，你过于personal 过于个人化的一个表达，你可能没有打在他们的点上，他们就会反击你。这样，你要尊重市场，你要更多的尊重观众吧，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商业和文艺的拿捏了，就是那个度，在天平的两边，你到底要打在这个点，偏文艺一点，偏商业一点，或什么之类。那个你做了这样的选择，你第一个你有没有能力打在那个点上，打得准不准？打完之后，那你能不能有没有能力承担市场给你的 feedback？这样，我觉得从左耳里面其实学到了非常多经验。那你觉得在《神隐人》之后，你现在有信心说之后成为一个导演吗？这样走下去？那就要看观众的反应了。因为你说两部片约嘛，那我不知道你之后会不会再有片约这样子，导演上的，还是说是自就是只是说看走一步看一步这样子。本来是觉得走一步看一步的，我现在貌似导演这件事还挺有趣的，他很烧脑，不只是演员在戏里面烧脑，两个高智商对决，我在幕后我也很烧脑，我觉得这烧脑痛并快乐着，还挺有趣的，应该会继续应该会继续哈。你自己觉得自己有没有说摸索出了自己的这种导演风格这样的？从左耳的时候，身边人就有跟我提到过导演风格这四个字，我从来不在我。我那会儿真的完全不在乎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
刻意为了导演风格，你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就是我一定要每一部戏里面都要有什么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都，对我来讲，我觉得它不是电影最主要的事情。我的电影里面最主要，我希望是它的内涵，然后它，对你，对呀，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拍完这两部戏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当一个导演，你能够有能力、有勇气、很诚实的面对内心的时候，你的很多价值观的体现、你说故事的方式，还有你的电影的情感那些东西，它慢慢就会变成你的风格，而不是在拍摄之初你就要设一个风格，你要达到它，不是这样子的。当你很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电影就会长成你的样子。那你对嫌疑人，就比如说商业上还有口碑上有什么预期吗？老板有没有给你施压着？老板没有施压，没有施压。原则上，但有些时候我们确实在创作上有拉扯。就像我说的，我觉得导演的工作就是我要守护这个电影，我尽量让他的艺术最大化。那可能不一样的部门有不一样部门的，因为角度不同，所以会不一样的目标。举个例，那比方说植入部门，植入部门当然希望导演给我植入最大化啦，我有业绩压力啊。那对我来讲，你最大化了，那我电影怎么办啊？这不是来看，这不是一个2小时的广告啊，对吧？就是类似像这边会有拉扯，中间确实也会有一些这个立场不同，然后剧烈争执的时候，那曾经也会闹到非常不开心。那所幸到最后，他们都还是妥协和成全了一个导演的角度，这样，现在我们都知道，就是有一些这种年轻偶像演员啊，他的表现有点引起争议。我不知道，就是你是一个其实已经摆脱偶像身份，就是这样突破一个瓶颈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我觉得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经验少的还是经验多的。包括像现在，我可能在幕后，包括做幕后都一样。我觉得尊敬自己的职业，永远对他存有敬畏心，你就会不断的进步。